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成道日，在2500多年以前。在古印度地方呢，相当于现在的尼泊尔，有一个迦毗罗卫国。国王是净饭王，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出生了，国中有一个阿斯陀仙人。能够知道过去未来，国王就把他叫来，问这个孩子今后怎么样。阿斯陀仙人讲：“你的太子悉达多，如果在世间，他以后可以做转轮圣王；如果出家，他就成为三界的导师，但是国王不想让太子出家，想让太子继承他的王位，今后能够做转轮圣王。因此呢，一直把太子关在宫中，不让他随便出去。可是太子长大了，不可能不出去。出去的时候看到了生老病死的现象，他就思维：做国王或者做转轮圣王，是不是能够解决自己或人民，包括众生生老病死的大问题？结论是不可能。因为即使国王也会有生老病死，自己尚且解决不了，怎么能解决人民和众生的生老病死？怎么办呢？看到有出家的修道之人，心想：如果我修道，也许能找到一条解脱生老病死的方法。于是下定决心出家修行。修行几年以后，当时印度最有名的六种外道，他都去学，把他们修学禅定智慧的内容都全部学完了。仍然没有找到解决生老病死的办法，自己又去苦修若干年，仍然没有结果。后来决定放弃苦修，认为单纯的苦修是没有用的，并不否认苦修。在后来的经文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本师释迦牟尼佛实际上也赞叹苦修，但是单纯的苦修肯定是没有用，因为要想解脱生老病死，必须要有智慧。后来就到尼连禅喝洗了一个澡，上来以后决定要成佛，认为只有成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因此在菩提树下打坐，夜睹明星，见性成佛。
成佛以后，往昔他修行的经历全部现前，一切众生未来如何，他也都明见无疑。众生如何才能解决生老病死乃至成佛，他也就全部都知道了。因此呢，就开始了教化众生的弘法活动。从这个时候一直到示现涅槃，讲经说法就没有停止。所以佛陀教化众生的主要方法就是讲经说法。佛陀在世的时候，法会是以讲经说法为主。今天我们要讲的内容都是有关本师释迦牟尼佛的，我从百缘经里面选了一些故事来给大家讲。现在请各位合掌，我们一起来念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阿弥陀佛。其实关于佛陀的故事，不论是往昔佛陀修行的故事，还是成了佛以后度化众生的故事，我们应该经常的学习，因为这不是一般的故事，而是修行的故事，在里边包含了很多修行的法门和修行的要点，里边有佛陀断除烦恼、增长智慧的内容。因此我主张作为佛弟子要深入经藏，要广泛地读诵大圣的经典，这样才能够知道很多的经典，知道很多的义理，就算一时不能开解，但是种下了将来智慧开发的因缘。而且我们在往昔就有修行，延续到今生，所以继续修行。往昔未必就修得不好，我们看好多故事里边，有些修行人为什么听佛讲法以后很快的就能够证果，因为他往昔也修过，而且修得很不错。由于众生有割因之谜，一转世就把前世的修行忘了，往昔的一些不好的因缘会现前，好的或不好的因缘哪一个现前都不一定。如果不好的因缘先现前了，那么显得这个人好像是颠颠倒倒，和一般人差不多，但是一接触佛法以后，他很快的能够进去，或者到了某一个阶段，有某一个新的因缘，修行可以一下子就增上了很多。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读诵大圣的经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，读诵得多了，你前世修行的种子就会相应的慢慢现前，然后你就不会停止在人天福报的追求上，不会仅仅修人天善法，甚至你也不会去仅仅沉迷在二圣的小圣法解脱道上面，你就可能发起殊胜的菩提心，发起要成佛的心。
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一个故事，这是《百缘经》里面的第十四个故事。佛救济度病源。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时那罗聚落多诸异鬼杀害民众，各境求请赛天善神，希望疫病见得除降。如是数跪，并无降愈。使聚落中有一油婆塞，欲众人言：如来在世，利安众生，我等当共一心，称念南无佛陀，以求救济病苦之患。十诸人等闻是语已，咸各同时称南无佛陀，唯愿世尊大慈怜悯，复因我等极易病苦。尔时世尊常以大悲，昼夜六时观察众生，谁受苦厄，寻往化度，始修善法，永拔诸苦。见此疫病，诸人民等同时一心称佛名号，求救疫病。尔时如来将诸比丘往彼聚落，以大慈悲熏诸民众，劝令修善，异鬼同时结息退散，无复众患。使聚落人见于如来利安民众，各作誓言：我等今者蒙佛遗恩，得济趋命，明当社会请佛世尊作誓予以各异佛所，前礼佛足，长跪请佛，唯愿世尊受我等请。佛即然可。十诸民众知佛许已，还归家中，平治道路，除去瓦石污秽不净，树立窗幡，悬诸宝铃，香水洒地，散诸妙花，安置床榻，备办摇转，往白世尊十句已办，为圣之时。尔时世尊着衣持钵，将诸比丘来入聚落，受其供仪，使诸民众可仰闻法。佛即为其种种说法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，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。十诸比丘见是事已，而拜佛言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。当时啊，佛在王舍城的迦兰陀竹林。佛的道场有很多，不是仅仅七树几孤独园。那个时候有一个那罗聚落，聚落或者村或者镇，大家居住在一起的叫聚落，有很多病患，有很多异鬼，就是因为鬼闹的病，杀害民众。他们不懂要求佛，按照他们的习惯去求一个赛天善神，希望病能够消除，结果求了很久啊，没有办法。但是在这个聚落当中，有一位佛弟子油婆塞，就是男居士，他们跟大家说，现在如来就在世上啊，我们应该求佛。怎么求啊？他领着大家一心称念南无佛陀，南无就是皈依，我们把佛当作我们唯一的依靠，
当时大家就跟着一起念南无佛陀，并且呢发愿求佛陀大慈怜悯，使病苦能够消除。佛呢，任何一尊佛昼夜六时都观察众生的，全部都是救苦寻生的，并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救苦寻生。因此啊，佛陀就知道了这种情况，就带着比丘大众一起到了这个地方，用什么方法能够消除他们的病呢？劝他们修善。修善这件事情哦，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之所以惹到鬼来捣乱，是因为你不修善，或者呢作恶了，因此呢就给了鬼可乘之机。那道理在什么地方呢？道理在于，你如果修善法，善神就保护你，你不修善，善神离开了，所以鬼就找你的麻烦了。你如果修善，善神保护，善神的力量要超过恶鬼的力量，恶鬼不能害你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如果我们遇到了什么不幸灾难，你就要先要检讨啊，你看你哪些地方有问题了。像平常的人有各种各样的病，那你肯定有问题了。比如说第一杀生，你杀生啊，善神就离开你，恶鬼就来欺负你了，一定有原因的。所以佛教人的时候，佛也不是说啊给大家摸摸头洒点水或者做一个什么法事，佛教人修善呢，你修了善，因果就改变了嘛，要从因上下手。这些人病好了以后，他们就说啊，得到了佛的恩德，所以要请佛，要供佛。以后他们就把这里都打扫干净，平治道路都弄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然后一些人就去请佛，佛呢也就同意了，因为他们要学佛法，佛当然成就他们。到了以后，佛呢给他们讲法，佛即为其种种说法，还是要讲法呀，讲法是根本呀，因为法才能度众生啊。说完法以后，这些民众当中有人的善根就现前了，所以有证须陀洹的就是第一个果位，有证斯陀含阿那含的这就是二果三果，也有因此而发起了无上菩提心，这就是要修学大乘佛法。小乘佛法呢，它发出离心，发解脱心，但是不发成佛的心。但是有的人呢是大乘根性的，他一定会发菩提心的。十诸比丘见是是以而白佛言：如来世尊，素质何福，乃感民众至思供养，即除疫病。尔时佛告诸比丘众：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日月光，将诸比丘至梵摩王国，受王供以长跪白佛，愿见救济此诸民众灾疫疾患。尔时世尊寻持所着僧伽梨衣，授予彼王，系于床顶，各供供养，异鬼同时自然退散，无复灾患。王大欢喜，发菩提心，佛授王记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佛告诸比丘：
欲知彼时范谋亡者，则我身是。彼时群臣者，今诸比丘是，皆由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众不堕恶趣，天上人中常受快乐。是故今者至得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这些经都很短，就这么一个故事，就是一个经，没了。所以大家呢，要去诵经啊，诵经并不困难啊，这些文字都不是很艰涩，语言呢，你一听就懂啊，基本上也不需要查什么字典，没有什么生字啊。大家要知道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很多，我只选了几个而已，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这么多时间。海涛法师非常善于讲故事，海涛法师出的关于佛教啊、佛陀、菩萨这些阿罗汉的故事书啊，已经很多了。但是我们可以发心自己去读诵啊，不要老听别人讲啊。你诵经，你也不见得知道的少，你也知道很多。诵完了以后，思维里边的义理，你的智慧就能够开发，说不定哪一个经典跟你突然相应，你的智慧、前世的修行就出来了。比丘看到了这种因缘，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听佛说完法以后，就有这么多人得度，而且继续请佛、继续听法，这人就变了。所以他们要问一下佛，这是什么因缘？佛对自己的弟子们讲啊，过去有一个国家叫波罗奈国，那时候也有一尊佛出世，叫日月光佛。佛带着他的弟子到了一个叫梵摩王国，国王供养以后就跪下来请法，求佛陀来帮助国家的人民解除疾患病疫。然后佛就跟他说啊，把我的衣服拿走，然后系到啊床的顶上。床是什么？床和塔不一样，床比较小也比较细，细高细高的，有的人不知道也会误认为它是塔。你把它系到这个床的顶端，然后呢，你带领民众去供养。这样做了以后啊，由于能够供养佛，疾病就没有了，灾难消除了。国王和大众都非常欢喜，然后当时的佛陀就给这位梵摩王国的国王授记，说由于你能够这样供养佛，你在今后在无量世中都不会堕恶趣，享受人间和天上的快乐，今后啊，你一定成佛。你成了佛以后叫做释迦牟尼佛，就是说给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修行过程当中授记的不单是一个燃灯佛，还有其他的佛不断的给授记，大家都说的一样，你成了佛以后，你的名字就叫释迦牟尼佛。所以呀、啊，佛对自己的弟子们讲啊，你们知道当时那个梵摩王是谁吗？就是我呀。知道你们自己是谁吗？你们自己就是我下边当时那些大臣呢、啊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这1250比丘在往昔也是跟着佛修行的，或者是他的臣民或者大臣，都是有关系的。因此大家要互相啊知道，大家和海涛法师不是这一世的关系，
我也参与进来，我和大家的关系也不是这一世的。我过去住在中国内蒙古的一个小地方，小小的地方，小得不得了，你都不知道它有多小。在边境上有一个小城市叫二连浩特，在吉尔县呢，稍微过一点，边境线过去那边呢就是蒙古，那边的城市叫扎蒙乌德。整个城市里边才有1万多人，它叫城市，因为在边界，其实一个大村庄大概就几千到1万人了。啊，现在大陆的大的村庄就有那么大，很小很小，住在那个，那真正的是边地啊，确实是边地。能够跑到台湾来讲经说法，这当然是由其他往昔种种的因缘，要没有因缘，怎么会修行，怎么会出家啊？后来又出国了，跑到匈牙利了，跑到匈牙利才有机会见海涛法师。我要在大陆，可能还没有什么机会，这很奇怪的事情啊。由于海涛法师，所以又跟大家认识，因果就是这样牵连的。以后还有什么因果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，啊，也可能还有。我们再看下一个故事。其中第15个，天地是供养佛缘。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尔时提婆达多极大愚痴，骄慢嫉妒，教阿舍世王立非法制，击鼓唱令，不听民众即持供养一居坛所。是彼城中有信佛者，闻是至现，忧愁、啼泣、悲感、懊恼，感天宫殿动摇不安，使天地士作是念言：我此宫殿有何因缘，如是动摇？寻自观察，见阿舍世王力非法制，令彼城人忧愁、啼泣。感我宫殿动摇如是，寻迹来下，高声唱言：我今自当供养佛僧，作是倡议，即往佛所，前礼佛祖，长跪请佛，唯愿世尊及比丘僧尽起行受，受我供养。佛不然可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。佛当时住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也是佛教化众生的常住的另外一个地方。佛弟子提婆达多，大家对这个人很了解了，专门和佛作对的。骄慢、嫉妒，因为他想篡夺佛位。但是他没有大的施主拥护他，他就篡夺阿舍世王。当时他是一个太子了，你把你爸爸杀了，你来做国王，你来拥护我，我呢篡夺佛位，咱们两个就一个是世间的王，一个是出世间的王，啊，密切配合，多好啊！啊，想得很美。他做了国王以后，他就下令国内的人民不许再供养释迦牟尼佛。国王说的话是法令啊，国内的人民所以就很苦恼。天上的宫殿因此发生动摇，天地士就是释提梵音，倒立天的天主。一观察在人间怎么回事，啊，见这个阿舍世王，啊，立了这样的法令，他自己就下来了，求佛允许我一直供养佛，但是佛呢不同意，为什么？
我们往下看。复白佛言，若不受我终身供养，当受五年，佛亦不许。复白佛言，若不受五年，当受五月，佛亦不许。复白佛言，若不受五月，当受五日，佛即然可。寻遍迦兰陀竹林，如毗舍耶殿，床榻卧具天须陀石，曾以金器于天众首次斟酌供养佛僧。时阿舍世王在高楼上遥见迦兰陀竹林，由天宫殿天须陀石成以宝器，兼见天地士于诸天众首次斟酌供养佛僧。时阿舍世王睹思事已，即自悔责，极大嗔恚，骂提婆达多：汝是痴人，云何教我横加非法相于世尊？作事于已，给予佛所深深信敬。印诸民众得见如来，随意供养。寻斥司官击鼓唱令，自今已去，听诸民众设诸摇转供养佛矣。我们先到这里。释提桓因求要供养佛，终身不接受，五年不接受，五个月不接受，说五天，五天接受了。因为不能让你都供养，你都供养了后，这民众怎么修福报？释提桓因和天人都是有神通的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个迦兰陀竹林这个道场变化得像天上的宫殿一般。然后释提桓因自己拿着饭食供养佛，这种情况呢，就让这个阿舍世王啊看到了。阿舍世王看到了以后很生气，骂这个提婆达多了。所以他们二人之间也不是没矛盾，阿舍世王也不是一点好的地方都没有。大家如果读过《涅槃经》，你就知道阿舍世王后来他得了重病了，病得不得了，因为他杀害他爸爸啊。后来国内有大臣就告诉他，佛现在还在，要求佛。他说我没有脸啊，因为我把我爸爸杀害了，哎，没有听佛的教化，我是个罪恶深重的人，现在得果报，活该啊，啊，没有办法，我怎么好意思去求佛？但是这个七婆啊，就跟他说，佛不会计较这些事情，佛永远救度。最后他求佛，你不求佛要实现涅槃，你再求不到了，没有办法了。他求佛以后啊，这病苦当时就没有了，马上。所以他就受极大的感动啊，带领国内的民众呢去供养佛，可是佛快涅槃了。所以后来这个阿舍世就成为大护法，而且他也是有本事的人，不是完全没有。他一时鬼神呢，把佛的舍利分布到世界各地。现在有些舍利就是阿舍世王分布舍利后从地当中拥出来的。所以阿舍世王后悔以后，就允许民众去供养佛，他就改变了这个制度啊，重新再下法令。尔时世尊便为其种种说法心开意解，有得须陀洹者、斯陀含者、阿那含者乃至发于无上菩提心者，
施诸比丘见世是以叹为曾有而白佛言：如来世尊，素至何福，乃使天地至思供养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由于释迦牟尼佛在大众供养以后讲经说法，所以有很多人证得了道果，发起了菩提心。比丘们就问：为什么有天地下到人间来供养佛？佛就来给他们讲这些因缘。我们大家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，不仅是这一世啊，前世在前世都有很多忘了。好好的修行到了一定程度以后，就算你没有宿命通，你也会知道一部分，不会全知道，因为没有宿命通，没有正德神通，但是一定会知道其中的一部分。因为今生你所做的一切一定是延续往昔下来的，所以你可以知道的，或者在定中有一些感应，或者在梦中有一些视线，然后你就知道一些。还有你自己的修行具体的情况你也会知道，由于你修行你会有一些感应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宝殿，将诸比丘游行教化至伽赤王国，闻佛来至，将诸群臣奉迎世尊，长跪请佛，受我三月四时供养。佛既然可，受其供已，佛便为王种种说法，发菩提心。佛受王记，如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广度众生，不可限量。佛告诸比丘：欲知彼时，伽赤王者，则我身是；彼时群臣者，今诸比丘是。皆有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不堕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天上人中长寿快乐，乃至今者自至成佛，故有人天而供养我。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由于佛过去做国王的时候能够供养佛，国王下面的大臣也一样跟随国王供养佛，因此呢得到当时佛陀的授记，佛陀当时叫宝殿，给国王授记，说他将来能够成佛，叫释迦牟尼佛，这是另外一尊佛为佛授记的。我们是不是被佛授过记呢？有些普遍的授记已经受过了，比如说念佛的人必然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在这个期间呢，往生极乐世界成佛的很多人将来做佛叫妙音如来，这个大家也都知道，净空法师关于这件事讲了很多。这种受记，普遍的受记呢肯定是有的，至于个别的那就不一定有啊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可能会得到受记。因为受记它有条件的，什么条件呢？当你的修行达到一定的程度，你不会再变化了，不会退下来了，那时候给你受记就没有问题。你现在进进退退，左左右右，摇摇晃晃，不能给你受记啊，最多只能做普遍的受记。那普遍的受记也是有一些固定的因素在里边，好比说你现在已经发起菩提心，而且觉知往生极乐世界，在这种情况下就很有可能得到受记，因为你不会再变了，一旦往生想变你也变不了了，你三不退必定成佛，那时候可以了。
所以大家要坚定自己的信心，不可以动摇了。在这个世界发心好好的修行啊，已经最后一世了，再没有了，因为你马上就往生了嘛，这一世完了就往生了，往生了以后在极乐世界不回这里了，再回来已经是大菩萨了，那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，不会再有颠倒。所以要发大心了，好好的拼一拼，这种拼呢是值得。你不要在世间法上用那么多心了，在世间法我们轮回已经无量无边了，没有意思了，不要再弄了。换一种方式来生活，过像佛往昔修行一样的生活，这件事情才值得。有一个家长，最近两天跟我在电脑上问。哇，儿子不听话，30几岁了，被到大陆犯了错误了，被抓起来了，关起来了。我跟他说："你好好一心念佛，不要管这个事了。为什么？你能管了吗？你肯定管不了，徒自悲伤啊！还不如你把想儿子的心转变过来想佛，多好啊！你天天想儿子没有用啊，你想佛有用啊。"你想佛想的多了以后，你有本事了，你救儿子，你有办法，你回向有力量。你现在成天哭哭啼啼、伤心难过，怎么去救儿子？没有办法的。你跟儿子说话，儿子不会听你。等你有了功夫、有了智慧、有了定力，他会听你的。所以赶快去修，把心收回来，把想儿子的心变成想佛的心。我们来看第16，佛现地势行化婆罗门园。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，十比国中有一辅相，名曰离车，信邪道见，不信因果，教阿舍世反逆沙王，自立为主。心怀喜悦，赤诸臣民，施设大会，聚集百千诸婆罗门，共立郡制。不听往制，亦居坛所，资禀所受，诸婆罗门闻是曰予以，皆不复往。每于一时密供聚会，或有说言。我维陀经说云：居坛沙门者，皆是我等天之大主，今共称名，或能来至，亦于会所，我等当共进行奉事，作事予以，先共称名，南无居坛沙门，来赴此会，受我等请。尔时如来常以慈悲，昼夜60观察众生。谁应可度，寻往度之。知诸婆罗门善根已熟，应受我化，自变其身，作地势行，乘虚空来，入覆婆罗门会，各起奉迎，请命令坐，而作誓言：我等所求，今悉获得，当共进行奉事，地势贤解称善。好，我们先到这里。我这么一念，故事大概跟前面差不多，所以大家比较容易懂。不同的地方啊，就是阿舍世王把他爸爸杀了以后，他对国内的人民说不许再供养释迦牟尼佛。可是国内的婆罗门们就很伤心呐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们秘密聚会，违反国法呀！他们秘密聚会，说是我们应该啊，大家聚在一起来称名，南无佛陀。佛就会知道的，佛就会来接受供养，我们秘密的。
意思是我们不去，我们在这求佛，佛会来。佛看到他们得度的因缘成熟了，佛就化成了释提梵音，就下来了。尔时世尊知诸婆罗门心已调伏，还复本行，为其如应说四谛法心开意解，获须陀洹果，各怀喜悦，并供施设百味饮食，请佛及僧供养弃仪，十诸比丘见师是以前白佛言：如来往昔素质何福，乃能使此诸婆罗门设住摇转供养佛僧？佛陀看这些婆罗门心都调柔调服了，意思调服的意思是顺佛。我们经常要考虑我们是不是已经顺佛了这件事情。你如果能顺佛，你就能调伏其心，调伏自己的心。你不顺佛，其实你没有办法。比如说佛说大家要守五戒，你能不能守？你如果有些地方不能守，你没有完全顺佛，你顺了一部分而已。那你修行进步呢就差呀，你不会感得殊胜的因缘，因缘在你面前会滑过去，因为你没有完全调顺呢。调顺是非常重要的，调顺以后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，你根本用不着担心，因为佛时时刻刻都在观察每一位众生。当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你就一定会得度，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由佛来负责，不是你管的事情，你只要修行就好。怎么修行？顺佛。佛说能这样你就这样，佛说不能这样你就不这样，就这样就好了。我们的智慧哪能和佛比呢？所以持戒是第一件事情，因为戒是佛行，佛都是持戒的，佛持戒我们就向佛学习，佛怎么做我们怎么做，很简单了，没有那么复杂了。你要不做始终没有定力，也不会开发智慧，你做了很快就可以得定，很快就有智慧，速度快得很。戒是第一啊。佛临涅槃的时候说以戒为师，佛不在以谁为师，以戒为师，戒就是我们的老师，按照戒做就可以。现在所有的戒律一条都不缺啊，明明白白的就放在那里，谁不知道啊，个个都知道。怎么样修行？先从戒律入手，要随顺戒律。这些婆罗门佛度了他们以后，他们都证得了须陀洹果，意思小圣开悟。须陀洹的意思是断除了我见了，知道没有自我了。然后他们就继续来供养佛和比丘僧。比丘要问因缘，佛就给他们讲。尔时世尊告诸比丘：汝等谛听，吾当为汝分别解说。乃往过去无量世时，波罗奈国有佛出世，号曰妙音。将诸比丘到宝殿王所，闻佛来至，于诸群臣奉迎世尊，受我三月四时供养。佛即然可。三月之中，寿王供已，于其其中出七宝莲花，各有化佛结迦趺座，放大光明，上至阿迦尼乍天，下至阿鼻地狱，使宝殿王见识遍矣，发于无上菩提之心。佛受王气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，过度众生不可限量。佛告诸比丘：欲知彼时宝殿王者，则我身是；彼时群臣者，今诸婆罗门是。皆有彼时供养佛故，无量世中不堕地狱，畜生恶鬼，天上人中长寿快乐，
乃至今者自至成佛，故有人天来供养我，而是诸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和前面故事不太一样的是说，当时的宝殿王是我，当时的群臣现在不是你们这些比丘，而是婆罗门。由于这些婆罗门当时是我的群臣，现在我成佛了，他们当然能够得度，所以这些婆罗门有这样的因缘，他们会发心念南无佛，我当然就度他们。所以结善缘非常重要啊，广结善缘，结法缘，不能结恶缘。如果以往已经结了恶缘的，要解冤释结。